过运动员的眼睛，我们看到太极剑的速度虽然很慢，但是它的每一个剑法和剑力的体现却似乎不可以马虎的。是劈剑还是点剑，是刺剑还是撩剑，所以每一个剑法的变化和剑力的体现是非常重要的。要劈就要劈平，力点在剑的下边，要刺就要有力。三号选手陈润志来自中华台北，得分9.63分。 Contestant number 3 陈润志 from Chinese Taipei goes 9.63